眼，我左眼好红，我刚刚眼睛超痒。你看，好红。什么意思？嗨。好嘞，好嘞，这应该好好听，好吗？这应该是 YouTube 的音乐。
你刚刚跟高中朋友出去，他们都在问我你我到底问你我到底是谁？为什么？谢 Dragon， 录音顺利吗？顺利啊。嗨，可好？谢阿凯，谢黑杰克，谢保罗。很宁静的音乐帮助炭吉睡觉，炭吉应该不需要音乐。身体盘腿还会痛吗？不太会痛了，不会痛了，不会痛了。但我没有去看医生，哈哈。而且录音通常都录多久？录音通常要录多久哦？要看录几首，录什么啊？因为你现实一直在发零节哦。有吗？又不是只有我，怎么会这样？嗨，米酒，谢谢解扣。范姐喜欢在妈妈的叫嚷中睡觉，有这回事吗？要自己当医生？这次新单我好像，我有点忘了，录了一个半吗？一个半吧，一个半吗？一个半吗？好像是吧。原因是阿杰出现频率太高，不然他们怎么不问其他人？对啊，怎么不问其他人？你看我这边前几天长了一个痘痘，我把它抠爆了。为什么阿姐每次录音都这么可爱？没有，没有，没有，每次就我想拍照的时候，只有丑的时候都不会想拍照啊。感觉是蛮快的吗？其实我不知道，算快还算慢？算快还算慢？算正常，正常，正常，正常吧，没有特别快，没有特别慢。但是 Rumor 真的好难唱啊，大家。听到没有？对啊，怎么可能？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你听每次都认不出我的声音。难唱又难跳的啊！嗨，瑞瑞，录不起来是在歌唱的部分，都很难啦。唱跟跳真的都很难。炭吉没有在睡觉，炭吉在看窗外世界。我有没有看过伯母带大家边唱边讲？没有哎、欸。谢谢渊 life， 期待久违的现场表演。对啊，哎、欸，我们真的很久没有上台表演了，天哪、啊！还是只有我？嗯，反正就是很久啦。边尝试边跳边唱会不会比较顺一点？应该是会累死自己。一直到阿姐在附近的时候，世界都会整个慢下来。这是什么？什么很难 ？Rumor 很难。哎、欸，真的超久的，超久没有站上台表演，真的很久，真的久，各位。那种哎、欸，
下下礼拜，好快哦！真的久，半年而已，天哪，我一两个月就觉得好久，哎，怎么还没有？怎么这段时间都没有上台的感觉？哦，撸猫你不会，撸猫你会，赞呢，人民君。撸猫不行，不会的。撸对我来讲应该轻松，你用唱歌还是跳舞？其实唱歌跳舞都不轻松，哈哈，对我来讲。反正你要抽生日会，真的啊，大家期待。对啊，下礼拜是生日会，然后下下礼拜是演唱会，很赞耶。是能看现场耶、yeah、麻烦多报几次延伸舞台，我会记得的，我会如果可以的话就跑到延伸，不知道耶。你们会来生日会吗？七七肉肉的因为中影、博成、中影也是一起的吧？加班，何时？已经购票已经结束了吧？不会，只去看我是可以的吗？可以的啊，会哟、哦，会哟、哦、，Cody。你要找他来着，你小心点啊，小心点啊，来，不要急啊，不要急，别急，慢慢游。哇，这个阿晴还没去，哎，超赞的，他们两个的。嗨，阿九。想去了，你说 Cody 是说他们的那个吗？你的灯箱吗？再帮我立一个在旁边蹭一下如何？你说是我人形看板吗？如果有广告人员的话，有喜欢哪个位置吗？有喜欢哪个位置吗？不知道，我对这个没有概念。人心看，不然你知道放什么人？谢谢 Cody。好的，博成。高速公路不香吗？高速公路对啊，你看一开过去那里，哇，大大的看板，哇！嗨，草莓酱，自己能常看的人，像市政府站怎么样？哇，市政府，可是灯箱也有，他们也有看那种什么站，然后人流的那些，也有价差吧，价格差异有吧？时尚一零一点懂吗？挡泥板，挡泥板交给你了，草莓酱。回笼，最底的回笼，踩点困难而已，能见度一定超高。你是说高速公路对不对？行，对啊，笑死。还涨价了，灯箱涨价，天哪！
挡泥板上的阿杰容易变黑，请每天要帮我擦擦脸好吗？做成手机支架，做成手机支架，手机支架是什么？跟不下去，跟不下去。嗨，地瓜。阿杰安安。挡泥板照片又要够煞气，煞气多煞气！你很想换？挡泥板应该又有什么样的照片？阿杰安，我刚才看到一口，什么阿杰安安是什么东西？我不要挡泥板，我要灯箱。他是生日会周边，哎、欸，生日会周边、欸。可是如果没有人，就是如果我没有摩托车，然后我要挡泥板干嘛？但其实蛮酷的啦，如果做挡泥板的话，先买车，好好笑哦！挂在墙，可以贴墙上。很酷耶、欸、挡泥板，挡泥板不香吗？放豆箭的，然后后面都出车祸，笑死！送礼自用都方便。今天开到6:30，地瓜做挂帘，你挂你家也是做挂帘？你是做挂帘，不是中间都要剖一半吗？这样好奇怪啊！啊、哦，我跟如果是我跟小迪的话，我一半感觉可以。欢迎进浴室，坐选举车绕整个台北，有点太选举了吧？我会灰头土脸的，没关系，哪舍得用，当然挂起来。眼睛好红，我眼睛刚刚很痒。门神，我与小迪是门神。那每天都很想洗澡，好好笑啊！门帘女神，还是要机车后座插着的竞选旗，那真的很选举耶、欸！先不要吧。人在左边，右边探级哦，对耶，还有探级，对耶，对耶，星星跟探级。对耶，我跟阿晴是你手机的锁定画面跟周播，真的、哦，我跟阿晴。谢谢 Cody， 动算，万岁，探吉万岁。阿三可以当背景，哇，全家入境，阿三探吉跟我，全家都要，是不是？我看我家浴室探吉会很好奇，我挂我家浴室吗？感觉做那种门帘，探吉会把它抓爆。竞选背心，竞选背心也是蛮酷的，那谁会穿出门呢？阿杰下半脸造型口罩，我自己也不想要，任凭去。旅团新气象，史黛拉，史黛拉有点太久远了，太久远了。下半脸应该没有侵权问题的吧？我自己做的话，哪有什么侵权问题，对不对？我知道你有啊，蕊蕊。可是合照会阿姐带就无违和，也算是整张脸一起合照。不知道哎、欸。
亲自己亲自己的拳，白痴。四舍五入算填全脸的入境，如果硬要说的话，其实也算吧。现在是在讨论啥？啥都讨论。讨论生日会周边。讲到像我明天就要生日，也不久了啦，七月了嘛，已经过一半了，整整一年已经过一半了。我很期待下礼拜的生日会耶，七七六六的，很期待呢。很期待耶。不过我们十月要先帮探吉，十月是我跟探吉的相遇月，相遇月，你好可爱呀，宝贝，宝贝。哎呀，喵了，你怎么那么可爱？你这样不可爱，你推妈咪下巴不可爱。喊你起啊，没关系，没有关系。确定是我养的猫吗？不可以乱亲鼻子，鼻子会歪掉哟。这不知道，我们可爱的探吉。你乱踢妈妈鼻子，妈妈鼻子就跟你的鼻子不一样咯，你的鼻子尖尖，我的鼻子会歪歪，知不知道啊？不知道啊？知不知道？妈妈花很多钱做。我靠脸吃饭，对吗？玉米浓汤味道如何？今天买玉米浓汤的，歪掉就再花钱做一次，没有钱了。我要回我妈妈的子宫做。探吉推脸按摩，探吉。一二三四五六七，按摩副罐罐，你也想被探吉推脸按摩？他的推脸按摩其实有一点风险在的，毕竟他的爪子还是会时不时伸出来的。虽然我昨天帮他剪指甲了。香芋要吃很多香芋吗？没有，不会有香芋这种东西的。
只能把资料钱挪用一下。辛苦探姐了，辛苦探姐。探姐没帮我推下巴，怎么没有比较尖？因为她推的不够用力。你不会，虽然他不会踏踏，但他会推推，对，他会推。安吉，探吉宝贝呀，探吉宝，探吉宝，探吉宝。什么大月经蕊蕊？因为他用力怕我下巴也歪掉，下巴也是做的，是不是？到底做了什么东西？双层碳基堡听起来很胖，双层碳基堡听起来蛮好吃的，双层碳基堡，碳基飘飘泉，碳基堡不要酸黄瓜。酸黄瓜其实不要太多，还是不错的。到底多少钱可以做那么多？那个妈妈肚子里的那个整形费用比较便宜。妈妈下巴还在存钱。双层碳基我明天光吸它就好了，好过敏，天哪！可以建议美业配，经过抗压测试的完成品，赞哦。双马尾要多少钱？双马尾要多少钱？我一辈子都赚不到钱。爸爸像他们跟我说先省300,000，笑死。专业测试员探级，专业测试安吉测试稳定度的专业人员。从二楼脸朝下摔下来也不会有事，只是保护贴裂掉而已。请问你的手机还好吗，新云？谢谢高丁。竟然不会为了钱出卖自己的双马尾，双马尾不是我适合的东西了。谢瑞瑞，希望妈妈小黑卡垫一下。师雅毕业就决定双马尾了吧？没有这回事吧？没有。吧，绝对不可能的吧。稳定度一开始的颜值不止选300,000，可能还会倒赚，是有点太多。探几级？等我一下。阿三，你先陪大家按。要不要过来？感觉是阿三帮我治好髋关节。哎，你这么说其实感觉有道理，毕竟我的脚都是垫着阿三。
全世界唯一否定阿杰双马尾的人。阿杰有吗？不是只有我吧？我洗衣机不在家，在阳台啊。阿三最近感觉瘦了，是不是都拿人家当坐垫？哪有？他是我的头头的靠枕。一次电两只阿三，终于发现阿三的好了吗？是蛮可爱的。你这么就可以看我把脚抬在头上，我为什么莫名其妙不要把脚抬到头上？曾经被宠爱的阿三，如今沦落为被拿来当垫脚的。不要这么说，你讲那么难听。阿三多可爱。自从了探景以后，就没听过阿姐分享阿三的新产品了。因为我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在买阿三的东西啦，因为我家东西太多，对探景不好，就是对，其实也是对我不好啦，因为就是探景很容易就会用乱啦，我也不好，没有办法好好收藏。去找史黛拉了吗？天哪！就是我还是留了，就是我把大部分的阿三都放回新竹家了。对，但还是有一些就是小小的东西啊，像他的就是玩一些玩偶啊，小装饰我都还是放在家里。阿三车车，其实那些车车也不只有阿三车车，好不好？它也有其他的车子啊。
新竹可以把给妈妈拿去练妆。哎、欸，但我放回新竹的那些，我都把它好好的一个一个细心仔细的摆好来耶。OK。杯面胖胖车，对啊，还有杯面啊，那很可爱。那个车子，就是那些车都回新竹家了。曾经的情人，最后的温柔，这句话我刚刚在说，怎么了吗？怎么了吗？史黛拉名字听起来像未毒苹果的，结果搜寻出来是兔子。史黛拉名字听起来是未毒苹果的，什么意思？然后我的那只大公仔也因为对你就是一直跟着我，对，还有星际大战的车，信我一把，放在角落，才不是角落，是我房间的柜子，它不是角落，它不是角落就对了，结果被决定了，我弟才不会乱进我房间呢。那台乐高，什么乐高？回新竹会有好好跟人家打招呼吗？你说在新竹家的阿三吗？五十公分的什么瑞瑞？阿三们想用的阿姐新竹的整个房间，对，基本上如果我没有回家的话，都是一大堆的阿三在享受我的房间，没错。没有好好放在角落，所以是扔在中间，不管他们。我没有不管他们，好不好？可能在开秘密会议。想象新竹房间有满坑满谷的阿三，就觉得好可爱。我前几天回家，然后那天刚好我叔叔的，反正就是我堂妹，她有来我们家。然后他那天晚上就要跟我们在我们家睡这样，然后因为我的房间是我跟我姐一起的嘛，所以我姐刚好那天没有回来，我就跟我堂妹一起睡，然后他进到我房间就哇了一下，哇，好多阿三，好多三乖。怎么了宝贝？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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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三海淹没，哇！好多眼睛一直看着你哦，没错哟，没错哟。小史跟阿三，小史。对，我跟我姐一间房间，没错。哎，干嘛啦？干嘛？阿三博物馆。
最近回应探吉都走浮夸风，我哪有？我有吗？哇咕哇咕，探吉要不要抱抱？探吉要不要抱抱呀？看来是不要呢，我知道了哟，没有关系哟。没有关系哦。你要如果探吉会这样就好了。或许现在在新竹的阿三变成姐姐在垫脚的，他也没有很常回家呀。想想，在爸爸妈妈的鼻子会太歪，明天好了。原来是为我着想啊，米酒。那将会在姐姐的统治下活得好好，很好的，那也是不错啦。他又在扭屁股，奇怪的吗？杰妈进来可好？她很好啊。有被姐姐垫这个选项吗？更难抉择了，想太多。我哪是什么狠心的主人？你们把我讲得真坏。杰妈跟探吉跟杰妈感觉，探吉我没有带探吉回去哎、欸，我没有带探吉回去、欸。杰妈最近有喝醉吗？没有，没有，没有吧？最近撸的如何？有没有很累？最近。最近蛮累的，雨，这样讲对吗？其实也不是啦。怎么又掉下来了？最近探吉，对，探吉还没有回新竹过。最近就是都练演唱会跟就是然后还有如梦嘛，对，喝醉的杰妈，大家他一定超想让大家忘记的。他一定超想让大家忘记。我们生日会讨论好了没？怎么说？什么意思？这次我都在，都有在讲啊。又在给我玩饲料啊！探吉，记得很清楚，对，你们记太清楚了，你们忘记了。嗨，小姨。你就讨论好，我负责当花瓶，怎么会有这种事？你们想太多。你昨天穿今年的圣诞 T， 然后想说明年会是什么颜色？怎么你也在想这件事情？怎么都在想这件事情？我去看药了。小美，她抓你嘞，看你。
炭鸡带来了，哈哈。谢谢地瓜。地瓜，这一件圣诞 T 给炭吉，炭吉想要吗？我们一起的圣诞 T， 很可爱呀、啊！你怎么那么可爱呀、啊？谢谢地瓜耶耶耶！哇，看不到，看不到留言了。妈妈说希望，什么？探姐说希望妈妈圣诞 T 做粉红色，她并没有这么觉得。用她梳下来的毛做一件，但用量可能不够。哎呦哎呦哎呦！天哪，我你一说完他就跑走了，小姨。炭吉睡了没？炭吉应该七月一岁吧，我是觉得啦，就是现在七月一岁，但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收留他，开始养他的时候，也不确定他几岁，可能就是两三个月这样。谢谢瑞瑞。粉红色总有一天要统治这个世界，不如现在生活那种。你又知道了，心怡。生日的时候是两三个月，对啊。我是十月十七开始养它的嘛，然后。对，两三个月的话，可能七月或八月吧。那八月一号怎么样？八月一号，不清楚正确日子，还是要从七月开始庆祝到十月，是不是有点太长了？还是我们就十月十七开始算他的生日就算了，十月十七就当做他的生日，他觉得怎么样？拍手通过，拍手通过。七号，七夕不是看农历哦。哎，臭瑞瑞，礼拜一，对啊，今年十月十七是礼拜一。嗨，何颖。主角本人都还不知道通过了什么。妈妈情人节生日，女儿七夕生日，
感觉听起来是很棒的，听起来是很赞的一个想法。日本七夕，但台湾的七夕是看农历的吧？爸妈是吧？还是国历？国历就是对，今天是七月七号哎，刚才发现，对，是农历，不知道没在过，不是都会有，就是不是一种商机吗？还是说定在跟阿琴同一天？为什么要跟阿琴同一天？七月十四，不要。七月十七交叹及相遇纪念日，就生日就好啦，两三个月应该还好啦，不是差到半年。交叹及就可以继承我已经不想讲这么，我也没有不想讲啊，好不好？就定农历的也可以，可是这样子就会就没有那么好记呀、啊。是你们的七夕集，七夕集，怎么啦？我是在七月农历七月七号出生的汉吉，我是你们的七夕集。三吉，怎么啦？感觉很不错，我怎么觉得没有很不错？星系级，我的天哪、啊，我的天哪、啊！三吉莫名被决定了好多事情，对，他现在在发呆。有点不太顺，对嘛？不顺，好不好？果然是一对的，什么？听起来好像吉娃娃的名字，天哪，要改名字了吧？念九就很顺，七夕集，七夕集不顺，怎么样都要说不顺。对啊，我刚刚才有发现，今天是七月七号，星期一。今年七夕是八月四号，是哦。谢谢地瓜。好，我们就十月十七嘛。我今天到六点半。臭猴影。我可以开始准备探集圣诞季了。天哪！天秤座怎么样？我不懂天，我不懂星座，舍不得让出自己的自我介绍，并没有，好不好？十月十七集，我们可以换一个，我们不用，我们不用硬要跟我一样嘛，很奇怪哦。好，牛乖乖该准备了吧？没错。天哪！我可以把人分成十二种，没错。我就是坚持十月十七，我坚持十月十七。怎么一直跌？
如果让探姐比阿姐更早登上灯箱，是不是不错啊？管胡座，管胡座。请问一下，阿三相遇日是哪一天？一定要问这种伤感情的问题。哎，好伤心啊！我还没有登箱。然后把阿姐缩超小放在边边，哎，你说探级登上，然后放我缩超小在边边，这样是对的吗？大家会以为会不会以为是哪家罐头大手笔打广告？可能就是可能卖那种宠物用品店在打广告之类的。探级宠物店。第一个有超大，对啊，我是第一个信义区大看板，知道阿三背包的人是才不是、欸，不要乱记后印，不要做一个主人在旁边，现在你还愿意在旁边写个主人。灯箱还没有三分之一大，好秋哦！天哪，糟秋。还是放个 IG 账号就好，放一个 QR code 可以抖内罐罐，嘿哟，拜拜。要配合秋节就要这么秋，我要很秋，那要秋。谢谢阿凯，阿凯凯。晚餐要吃什么？你们晚餐要吃什么？你们要去吃晚餐了吗？结果扫出来不是 IG 账号，是账户，哈哈，都要都要，我们要有官方账号，然后有我的账号，然后有探级的账号。麦当当，不要麦当当，阿凯在上班哦，不是六点，吃个便当。谢地瓜应援灯，明太子我们也很赞的乌鱼，吃土吃鸡肉，鸡肉听起来是在减肥的感觉。谢 Cody 应援灯，开会的状况不同哦，好吧，牛排。牛排，米酒牛排。女友明天生日，最近只能吃土，笑死。明天生日去哪玩？谢谢玉人，谢樱桃猫。我们可以开宠物账号吗？我不知道哎、欸，但是我没开。我说的他的账号就是我的银行账号，哈哈哈哈哈哈，没有了。好喔、哦、乌鱼好好吃饭，拜拜，谢谢玉人。河粉
果吗？果条？我不知道哎、欸，台湾是什么？用蛋机敛财，好好笑！我要送他生日礼物吗？我要送他什么生日礼物？跟他说生日快乐，好好玩，好好玩。我不知道哎、欸，粉条、河粉、果条，我不知道，反正是干粉牛，就河粉吧，就河粉啊。牛肉河粉，飞吻有事吗？感觉就会爆气，大爆气，不要闹了，好好好好庆生。哦，板条，哎、欸。河粉板条感觉好像，他们两个好像的感觉，对不对？客家板条，河粉很好吃啊，我吃过啊。他怎么样吃完饲料，很讨厌呢。探吉，可以帮妈妈装个水吗？我想喝水。台湾就也是叫河粉，但比较少，通常是粤式。嗯，要点餐了吗？点一下吃，等下吃吧。合照会玩又吵，不要吵架。又要装洗衣机的水很远哎、欸，哪有很远？请好好装煮过的水好吗？装什么洗衣机的水？饲料很好玩吗？探吉小姐，嗯，很好玩。我知道阿兰，嗯，训练有度，好玩耶，太棒了吧！谢谢瑞瑞，我没玩过，怎么知道不好玩？我没有说不好玩啊，我说好玩吗？就这样啊，好玩吗？他告诉我了，很好玩，好，好，很棒。很棒哦，非常棒，就都不要买玩具，成衣罐。在妈妈床上更好玩，我会抱起。下播后把米倒进碗里，玩给探吉看。真是的。最近怎么很少看到他玩具出现？有吗？怎么说？探吉在帮我省钱，多懂事的孩子。你要这么说也是可以啦，好不好？我们以后就不买玩具喽，那就玩饲料就好啦，对不对？都在床底下吗？没有啦，没有在，没有啦。阿姐把钱据为己有，不买给探吉了，我买他的饲料啊。还好他现在只会在地板上玩，换这样子。孝顺的探小姐。饲料钱比较便宜，怎么可能？只是说，只是如果他要玩饲料不玩玩具，因为他饲料其实就是
就是他就是把饲料弄在地板上，然后他用手拨来拨去，然后就去追饲料，就有点像追猎物的感觉吧。然后啊，就在玩饲料啊，他玩完之后还是会吃掉，那何必买玩具呢？对吧？从玩笑就看得出来，探吉是个勤俭的孩子，好哦。好的，探吉已经长大，喜欢狩猎了，是这样吗？什么？我要吃你啦！你说探吉跟饲料讲吗？玩玩在吃掉真客家猫，原来是一只客家猫。吃又好玩，干嘛啊？探吉，玩累啦。有玩过虫虫吗？没有哎、欸，没有，家里没有虫。晚餐叫好了吗？还没。我有客家血统吗？我有客家血裔吗？我有吗？我不知道哎、欸。我们家没有人会讲客家话。晚餐吃什么？还没想。等一下下播再叫。我是原住民啊，我有原住民的血统。我的阿公是，但是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我之前好像有讲过那个复杂的关系。我的外公是外省人，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外公是外省人，但那个客家人阿公他不是，跟我没有关系，跟我没有血缘关系。我是阿美加排湾的啊。第一个摇壁虎送狗狗，探姐姐要送我一只，好可怕！不要送我虫虫，拜托。我知道嘛，你不会送我虫虫，我知道。爸爸，阿公是妈妈那边，对，外公。好险家里没有虫虫啦，有懒人包吗？反正就是我刚刚讲那样啦，好不好？就是本来是外婆跟外公嘛，然后外公跟我有血缘关系的叫外公，我们家叫外公，外公跟外婆嘛，然后生妈妈知道妈妈生我，所以我跟外公是有血缘关系，然后外公去世之后，外婆就认识了阿公。就是阿公，随便，反正就是阿公，对。然后我没有跟外公相处过，我只跟阿公相处过。然后那个阿公是客家人，但是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就是这样。OK， 完全听到这件事是吗？真的假的？探吉啊，不要抱抱，探吉来抱抱，抱抱抱抱，探吉。
阿公对我很客家，很客家吗？笑死大家！阿公对我不客家，阿公对我很好。我刚是说中文 ，Hello， 有没有在认真听？哪有好多？对我讲的很复杂，哪有？就是外公跟外婆，然后外婆跟阿公嘛，就这样啊。身家调查，你们这群人在身家调查我。谢牛排，谢思源。哎，我25分在念排名哦，大家。涨啊，快涨啊！爷爷是外省人。不要再问了，等一下又要更搞混了，大家。新一。他也没有嫁，他们就是一起相处，但他没有改嫁，他们就是一起相处而已。对，就是这样。假客家人怎么意思？你说对我不客家是假客家人吗？你怎么可以讲哈？是谁说的？对孙女好，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对孙女好不对吗？嗯。对啦，应该算是男女朋友的意思啦，没错没错啦，同居，对对对，谢谢西西，谢谢西西，哇 ，Max，就是这样啦，相信大家都搞清楚了吧？只叫奶奶跟阿嬷，可是奶爷爸爸那边的就是爷爷跟奶奶呀、啊，啊，妈妈那边的就是外公外婆啊，阿嬷是哪边的？阿嬷两边都可以，阿嬷两边都可以，那讲两边都可以的才会搞混吧。我现在我们分得很清楚的是，一个是爷爷奶奶，一个是外公外婆，这样不是比较不容易搞混？不是吗？对嘛？是嘛？对，很棒，好好笑哦！好啦好啦，好啦，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了。嗯，今天这堂课真是累人。我们家好像真的不会讲阿嬷哎，我们家会讲阿嬷吗？我们家好像不会讲阿嬷哎。已经被搞混了，阿姐怎么补课？赞赞，赞哦！大家都不会被当，很棒很棒。会讲阿公吗？就是外公外婆，我们会讲外公外婆，但是因为后面认识的那个外公阿公，就是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所以我们从小都是叫他阿公。叫他们英文名字。所以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婆、外婆婆跟阿公，反正直接叫外婆有点见外，有吗？我们家是外婆婆、外婆婆这样子，外婆婆跟阿公。就是安内啦，
叫香奈拉，哈哈，我要念榜了，没错啦。外婆婆就好多了，外婆也不会啊，外婆不会啊。我们跟外婆就住我们家，我们很好哎、欸，别知道亲近了是不是？好，爸爸叫妈妈会叫老婆吗？不会，他就叫老婆。好了，我要念排名了。原子是，好嘞，我要念排名了。探吉吉，我要念榜榜，他还点什么字啊？我要念，我不管了。今天的第十名是一凡，谢谢一凡。第九名是田中，谢谢田中。第八名是思源，谢谢思源。第七名是黑杰克，谢谢黑杰克。第六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五名是玉人，谢谢玉人。第四名是中影，谢谢中影。第三名是西西，谢谢西西。第二名是 Cody， 谢谢 Cody。第一名是地瓜，地瓜耶耶耶！地瓜耶！瓜哥，安吉要不要来？你们这群人在叠字。谢谢今天的第一名地瓜，谢瓜哥，拜托别叫瓜哥，我才刚叫。谢谢地瓜耶，谢谢地瓜。以后不叫，谢谢地瓜，嗯啊，耶。谢谢。今天大家陪我直播，陪我聊天，看我直播，谢谢大家，辛苦啦，辛苦啦，辛苦了，各位叠字战士们，奈地瓜奈阿懒奈歪歪奈原来奈剑骨奈博成奈小乙奈中乙奈阿懒奈阿凯奈空迪奈米酒奈古早味奈管胡奈阿翔奈原来奈空迪奈瑞瑞奈塔瓦哥奈新一奈阿神奈一一奈黑杰克奈不叠字奈玉奈柠檬奈田中奈幻战士奈博成奈樱头猫奈奈叠字是奈是不是奈阿翔奈新奈 Cody奈侯影奈保罗奈幻战士，拜拜大家！奈人奈大姐奈大家拜拜！大家奈金奈保罗奈大家晚安。